欢迎收看永雄老师陪你教数学。那么我们在这一集呢，要来延续前面两集，我们介绍了这个内密性质、外密性质和切割线性质嘛。那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有趣的应用哦。其实那个复杂的计算哦，我就把它留在作业里面哦，你们再去做。那我们再看作业的解答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哈，像这个问题，它看起来很像是切割线性质，它跟你说。PB 是 3,OB 是 4, 要求 PA, 好，这个问题很常出，那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陷阱，小陷阱，那小陷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用切割线性质的话，你要注意哦，这个 PA 不会是 PA 平方哦，不是3乘4哦，为什么？因为你切割线性质的使用哦，是 P 点到第一个碰触到的 B 点和第二个碰触到的是不是 O 点哦，是 A 点，可以吗？所以既不是3乘4，也不是3乘7，而是3乘，也不是3乘8，是3乘11，所以 P, 哦 no, 好，我的 A 已经用过了，换一个代号，顺便画直一点。C, 好，所以 PA 平方呢，其实是 PB 乘 PC, 所以 PA 其实是根号33，对吗？根号就根号，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把 Remit请试着用你所学哈，这里有三个圆相交，然后这是切线，切线，这是交点连线，交点连线。如果刚好都碰触在 P 点的话，好，那请利用你所学证明 P 一会等于 P F， 要证这两段一样。可以吗？好，但这个不难哈，利用就是利用我们前面所学到的这个。切割线性质和外密性质，你可以得到 P1 的平方，它会是在大圆哦，左圆哦，左圆中哦，在左边的这个圆里面，这个的平方会是 PB 乘 PA 嘛？哦，如果你切割线性质，就我们上一集教完你都有练习的话，我觉得想比较快。那外密也是哦，在中圆的话呢？根据外密性质哈，这个 PB 乘 PA 就会是 P 珠乘 PC， 那在右边的这个圆在右边的这个圆里面 ，P 珠乘 PC 呢，就会是 PEF 的平方。哦，换句话说 ，P 一平方就会是 PEF 的平方。哦，那么 P 一就会等于 PF， 因为都是正的嘛。哦，线段长都是正的，这样可以吗？这样就证明出来了，还蛮有趣的吧？就连续的使用了切割线性质、外密性质和另外一个切割线性质就证出来。那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有趣的问题，另外这个也是，他要你证明，我这里有两个圆外切，这是外公切线一条，内公切线一条，请证明 AM 等于 BM。 很类似的问题下面在这里，这两个圆没有切，它是相交，这是外公切线和这是交点连线，证明 AM 还是等于 BM。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下面这题跟我们刚刚写的比较像啊，就是说你只要说在左圆里面AM 平方会等于 CD， MC 乘 MD 嘛，左圆这个外密性质那在右圆呢？我们又知道 ，MC 乘 MD 会是 BM 平方嘛？
就是这又是一个切割线性质嘛 ，MC 乘 MD， 好，在这边是 BM 平方，在这边是 AM 平方，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证出来了，那接下来问题是那这个咧，欸，它没有割线啊，也不是外密啊，这个呢，这一题呢，我们利用的，我说它是两次的切割线性质嘛，这是切割线，这是切割线，在这一题啊，我们要用的，你看它没有割线啊，我们要用的就是我们在更前面就介绍过的了，切线长性质，这个 M 点对左缘做了两条切线嘛，对不对 ？M 点是左缘的两条切线的交点嘛，所以一样哈，在左边的缘里面，我们会知道 AM 呢就会等于 MC 嘛，然后在右边的缘里面，我们又会知道呢这个 BM 呢也等于 MC 嘛，所以 AM BM。好，很多学生学到这里，欸，反而就忘记切线长性质了。那么来看之前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哦，这个就蛮有难度的了，来看一下哈，这里有两个圆，然后这两个圆外离哈，它们的公切线这一条切点 A 跟 B， 然后接着呢再把它们连心线连起来。经过的点是 P 和 Q， 经过这个圆的 P 点和这个 Q 点，接着你如果把 AP 连起来，把 BQ 也连起来的话呢，他要你去证明这两条直线最后是垂直的，他们两条是垂直的，也就是证明说这个角是90度这样子。那要怎么去证明这一点呢？那这题有点难度，那这题要怎么做呢？首先你要看到相切，我们把这个半径做出来，这里直角，把这个半径也做出来，这里直角。那你要注意一点哦，就是说，这两条是平行的，因为它们对同一条线都垂直嘛。那这一个哈，这里这两个不见得是垂，就是不见得是平的哈，不见得是90度的哈。我们可以把它画歪一点哦，不影响推论的哈，只是让你看出来，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矩形哦，直角在这边。这两个角不是直角，可以吗？好 ，OK， 那要怎么去推论它呢？它是这样子的哈。今天呢，如果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我把这个角 PAB 叫角一，然后角把角这个 QBA 叫角二。可以吗？那留意到呢，就是说这里哈，这两条都是半径啊，这两条也都是半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这个大圆叫做 O 一好了，小圆的圆心叫 O 二，那么来看呢哈，这个橘的角。这个橘的角 TPQ 角 TPQ 它会等于它对面的对顶角 OEPA， 对不对？那因为这里是等腰，所以它又会等于这个，算我们写到下面去，不够写再来写右边，角 TPQ 会等于角 OEPA， 又会等于这个是 OEAP， 角 OEAP， 那角 OEAP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橘的等于这个橘的等于这个橘的，对不对？那它就会等于这个90度减角一，对不对？那一样，来看另外一个，我们用绿的好了，
绿绿的脚，绿绿的脚，脚 TQP 就会等于它对面这个也是绿绿的，对顶角是 OE O2 QB， 因为这里又是等腰，半径相等，半径相等，所以它又会等于这个 O2BQ。也就是这个，对吗？这个等于这个等于这个。那最后来问的是，它是90度减角2，所以这个角 T 呢，它是这个三角形里面TPQ 中它是180减橘角减绿角嘛，所以它是180度减掉角 TPQ。再减掉角 TQP， 三角形 TPQ 中，对不对？那这个是90减角1，这个是90减角2，所以它最后会是180减90减角1加90减角2。算了，这是这个自己我们另外算，后面位置不够大，所以180度减90减角1，再加上90减角2嘛，所以它就会变成180度减180度减角1又减角2，角1加角2。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角1加角2。OK， 那我知道角 T 是这边的角1跟这边的角2，这个时候我们把尺寸拉大，看三角形 TAB， 三角形 TAB 中，因为角 T 是角1加角2嘛，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角 T 是90度。好，那这一集最后我们要来教这个很经典的作图问题。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还会在高中再看到一次，但是在这里先稍微讲一下。如果我给你一单位长，然后要你用尺规作图在纸上做出根号15的话，有几种做法。那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利用毕氏定理，既然你有一单位嘛，那我们先做一个傻傻的做法，一单位一单位根号2，一比一比根号2，对不对？这是这条根号2，我就不写了。根号2之后呢，我再做一条跟它垂直的，又刚好抓一单位，那这条就根号3。根号3之后呢，我再抓一条跟它垂直的，我又量一单位，那这条就根号4。那根号4之后再一个垂直的一单位，这条就根号5。根号5之后再垂直的一单位，越来越不垂直。那这条就根号6。那这边有两件事情要讲，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随便画直角你就接受啊，我说这个直角啊，我说这个直角看起来，其实我自己看就觉得有点不像啊，这个是直角吗？不知道啊，这个是直角吗？不知道。那怎么办啊？也不是说我随便画直角你就要接受的话呢，我们在尺规作图里面其实你应该要，比如说我一条直线嘛，好，我量了一单位，这个用圆规量嘛，一单位，然后我要在这里出现那个直角啊，第一个直角三角形，对不对？我以这个为圆心，适当长为半径画弧，我就用一单位画弧。所以左边有一段，右边有一段之后呢，怎么样？我还要再交叉嘛，对不对？就做那个中垂线的概念产生这一条，再量一单位，量到一单位之后 ，OK， 这个根号2，对不对？然后我还要再跟它垂直嘛，所以我要再以这个为圆心，适当长为半径画弧，再交叉，再量一单位。
再拉起来，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这个做图很麻烦的啦，啊，要做图很麻烦哈。那第二点哈，我为什么一定要一单位一单位加呢？哎，你最后要根号15嘛，我不需要从一根号2根号3根号4根号5加，我可不可以直接抓一个大一点的？我直接3，好，大气哈，我们直接哦，这个就画在这上面好了。我直接在线上，我做图，我直接取一单位、两单位、三单位解决，因为三单位是根号9，然后怎么样？好，一样，我一样要做一个垂直啦，哈。垂直线出来，两一单位，好，然后不作罢哦，再两单位。这个3平方加2平方根号13，所以我这条就根号13了， OK， 对不对？好，这样是会比较快，我直接解决前面13个，然后后来再继续做嘛。诶，好，既然我们很麻烦的就是要画垂直线嘛，所以其实我也不见得要画，要再重新做垂直线，我就量这一段啊，然后拿过来量嘛，它不到4啦，然后就是会比3再多一点点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一段本身是根号13，那我把它接起来，这样这一段是就是根号14，对不对？就根号13和1嘛。然后一样，我再把根号14会比刚才的再长一点点哦。我把根号14拿起来量了，画一下哦，再连起来。那这一段就根号15啊，哦，这样你就取得了最后的这条是黑的，是根号15，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做法哦。那另外一个做法是怎么做呢？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哦，我们来想想看哦，他，我告诉你，他用的是最后用的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提到那个直角三角形斜边上取高，也就是说利用子母定理哦。我想要这样子。我知道说在这一个公式的推导过程中，我们最后得到这边比这边，哦，A 比 B A 比 B， 所以这一段比这一段是这一段比这一段，然后内向相乘外向相乘的结果，哦，我会得到，假如说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C， 我们刚刚后来说 B 平方会等于 A 乘 C 嘛，哦，就是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哦，复习到这一点。那既然如此的话，如果我能够成功的产生这样子的东西，我这边抓3，这边抓5，中间这条是不是就是根号15，对不对？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做到呢？前置动作并不困难，画一条直线哈，然后利用这个一单位长量出1、2、3单位，三单位再过来一点，然后4、5、6、7、8 A B。C， 好，那你要写作图，就是说在 L 上，哦，1L 上，取 AB 等于3 ，BC 等于5，如图，哦，这样子，好，像这样。那接着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哎，想办法，有没有？哎，这样怎么做？对不对？好。那所以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呢，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母定理的关键嘛，这里要垂直，这里要垂直。然后呢？这个要垂直不难的，啊，来吧，垂直一下哦。这个点就是这个嘛，3然后5嘛，所以它卡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刚好前面这两个又都是一单位长哦，我们就利用他们两个做那个取他们的中垂线嘛，就一定会过 B 哦。做直线 M 垂直 L 于 B。OK， 好。然后咧，那问题就是说我这样子随便画一下你就要相信它是直角吗？诶，可是问题是我们刚才
做直角，我至少有一条啊，然后你才能让我垂直它。你现在这个直角两边都没有啊，怎么做？所以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哦，就是这个做图哦，有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多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圆周上任一点到圆的两端都夹直角。所以说这一题的做法呢，就是最后呢第三步是最关键的哦，做以 AB 以。AC 为直径啊，做一个圆 O 哦，交 M 于珠点。以 AC 为直径的话，那么其实你整条是8哈，四的位置就会是圆心 O。哦，以 AC 为直径，那所以它的半径是4哦。那我们后面下面就不画了哈，反正也没位置画。哦，这是一个圆弧，那这个圆弧上面的任何一点，你把它拉到这里，这里这样都是，这里就一个直角，这里这里哦，这样也会有一个直角，哦，所以这个就会交到的这个珠点哦。如果接起这一条，这条其实在这一题里面是不用接的，但是如果你把珠 C 和珠 A 接起来的话，那上面这里会是直角，哦，则最后哈。这个 B 珠即为所求，因为 B 珠平方是3×5嘛，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这个问题哈，然后这是这次的作业哈，下一集就会是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集了哈。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